二级抢到了，顶回来，能杀，这波应该是死了。我操，乌兹的 EZ， 哎，这好像真到猪妹过来了，但一套应该秒不掉。哦，绕后，卡莎先被打残，螳螂直接盯着乌兹掏，蛇蛇这个预判吸吸的一坨血，那这样的话应该猪妹杀完了。 能杀一个 ，OK， 杀两只，还得看乌兹啊，一个大，刮不死，但打断。我操，没口，直接大招甩狙，甩得很准。 在扛塔 ，OK， 杀两只，下路炸穿，玩祖安泽利一样，确实是能吃到分，但是你不可能把那个，又来月了，可以，像这把确实是得就得这么打啊，猪妹甩狙甩空了，然后上路 TP 被打断，再帮乌兹拿下双杀，这胃饼喂麻了，这种位置要是换个。 换个蜘蛛加洛，哇，一个闪现 EQ， 闪现 WQ， 这把碾压局了。哦，牛头一个 WQ， 配合猪妹的大招，直接先秒蛇蛇。哎，完了，乌兹，哎，我操，乌兹上大头这一波，这个闪现有点没道理，猪妹也被吃掉。 还好鳄鱼，哎，但鳄鱼的话又被卡，人头给到了 Nico， 再让卡莎一个吗？给黑叔，黑蛇蛇被打成残血，牛头大招被打出来，直接动大龙，但是灵王有一血二的蠢，直接放弃大龙，先杀黑叔，也还行，大龙回血拿不掉了，还要聚的吗？还聚的要出事啊！ 在这里好像能先杀辅助吗？鳄鱼已经没血了，直接闪现开螳螂，很完美。牛子差一下，我在干嘛？蛇蛇，昏头了。<咳>水龙魂直接在打，8000的血量。 蛇蛇已经下去了，又先血，要有人进场了，再不进场龙就要被 rush 掉。这蛇蛇直接被秒，黑哥也要死 ，Nico 一个大大的还行，妖姬先死，乌兹虽然说接到 E， 但是没用。23分钟13-1-4，兄弟，打排位都没杀的这么快。 哦，妮可直接变，但是乌兹直接闪现走掉，螳螂直接切乌兹，闪现咬，差一下，这就是水龙龙魂，要五杀了，乌兹啊，都被 K 了。喂，乌兹怎么把妖姬五杀抢了？ 我操，这把有点小简单啊！保下，5000的经济差，25分钟，大招过来潜水，下把怎么办呢？这把依靠下路的这个对线实力拿下一局。